那边的水最真实了。把这给他码在这儿来。看，给他，给他，我就要一个粪桶，把他快围起来了，马上来。哇哇，马上去。什么味道？这东西摔倒了，像不像人？全是。有一个都在旁边，这俩呀。我喊他们救我。哎呀妈呀！我别走了，别先走了。怎么上的都？怎么着了？我回到了到底。我操！你当时真疼痛啊，哥。我操！这个我补活了，我进了我一头水，我哎呀，没反应不行，放这啊。好了，咱说到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点可以，可以。对对，这点可以。这一擦根本就没理他，不，你谁呀？你是谁？有实拍的时候就来这水。能往后一点点吗？能一点点。这位小哥，不用擦，你是专门负责护工的。走。